日前，全美音乐奖颁奖典礼于加州举行，由 BTS 防弹少年团横扫三项大奖，拿下本届最大赢家。在美国人气超惊人的 BTS， 当晚全团成员的造型也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。典礼开始前，红毯上成员间以黑灰相间的色调相互搭配，而他们反而脚踩皮靴、球鞋，取代正装皮鞋，展现时髦态度。当晚 ，BTS 与 Coldplay 一同登台演出，全员换上帅气街头风造型，瞬间变成了一群叛逆的大男孩。最后 ，BTS 还带来最受欢迎流行歌曲 Butter 现场演出，全员再度换装，每个人身上的嫩黄色造型有点像又有点不一样，就如同歌名奶油一样，给人一种温暖俏皮的感觉，让粉丝们全都融化了。